的约定，你可以走了，但我不会忘记你的。叶石，把这人扶回去。是，大家给我回寨子。周月婷，你可真是不择手段啊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就是把我们几个都杀了，图纸你还是拿不到。子轩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会让你死。今天你还是不交图纸是吧？都到这时候了，还说这种没用的。先带回去吧。是。二人带走。走。叔叔，你不能这么做。我怎么做，还让您来教我吗？叔叔啊，其实一直以来我并不是觊觎你寨主的位置，这可能是你对我的误解。这么多年，我之所以经常跟你站在相反的位置上，是因为自从你掌管了苗寨，就越来越专断独行。我们这里已经越来越失去了原来的样子，这里倒像是你一个人的山寨，已经不是我们所有族人共同的家。我这样做也是为了苗寨，为了苗寨。穷尽我的毕生精力呀！为了苗寨，你就可以不择手段吗？你派人去暗杀你的亲侄子，你驱赶戴大哥他们，为此还通知了国军，让咱们苗寨陷入如此危险的境地。为了苗寨，就要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来支撑吗？叔叔啊，你醒醒吧！这场雨是个巧合，但却改变了李全生。他认为这是天意，权力让我变成了魔鬼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呀！先生，你要干什么？想反悔吗？我不是反悔，我这样做对不起我苗族的祖先。我侄女珍珠说的对，带酒来的人是朋友，带枪来的人自然就是敌人。我劝你还是带着你的人赶快离开，否则将是一场血战。对，血战。你能对你的行为负责吗？我雷母糊涂了这么多年，刚才一场大雨把我彻底的浇醒了。今天所做的一切，我负责到底。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来人，站住！告诉你，剿匪是一回事情，拥兵造反，对抗中央是另一回事情。我周月婷作为党国军人，守土戍边有责。今天就算流尽最后一滴血，我也在所不惜。走到上党，准备出击。如果你赶紧去准备迫击炮。
还不快去！是。 鸡飞蛋打，他一定会回来找我的。我们回去等他，他走了之后，咱们再杀他个回马枪，把小分队那帮共党给他包个饺子。 吕总，神机妙算，真狠！哎呀，吕总，你可回来了，我终于放了你！别冲动，别冲动，别冲动！别冲动，别冲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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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
能什么清楚啊！我打炮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了你呀，大炮！你这个苗疆鸟无音信，我大炮制造混乱，你才能趁乱逃脱。你现在不毫发无损的出来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不管你给我吼他还是谁，下次这样，我让你打死你！你给我走！我他妈打死他！我求求你，你这怎么走啊，大家？让爷爷都给他咽下！我跟你讲，我让他走公司连评理去。 李座，打死他们！王八蛋！陈卫国，你照顾兄弟们出发！周月婷，老子跟你没完！ 叔叔，你终于醒悟了。我李全生愧对祖先。 周月婷的尸首让孙富贵焦虑不安。孙富贵决定立刻拿到图纸，他想起雷大母去过祠堂，图纸应该就在那儿。 走好远呀！哎，这下好了，真相大白了。没错，雷大母不傻。这样，咱们找他拿上图纸，咱就撤。队长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事情是这样的。
黑小姐忙啊！你是要把东西拿走，还是把命留下？什么动作？装什么傻呀？那支钢笔。怎么了？那钢笔本来就是我们的。别废话！你们就是一群逃犯，利用我哥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所以你们要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这支钢笔就算是给我哥哥的补偿。拉倒。 你哥是个大傻子，不是我们救了他，他能活着吗？我数三下，你要不交出东西，我们就开枪了。一、二，可耻。 今天是你们最可耻的一天，可耻！风云突变，风云突变，他们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，钢笔还给他们吧。 没有拿到钢笔，他们是不会离开寨子的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要留下戴向涛，为我们苗寨所用。你看他那么聪明，如果他做了我的丈夫，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守护好苗寨的。珍珠，没想到你就那么喜欢戴向涛啊。这件事儿就看我和他的缘分了。嗯。 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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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呀，呵，你刚当上寨主，你跟我摆谱是吧？对，此一时彼一时，有我在，图纸的事你休想。不是，你怎么翻脸比翻书都快啊？啊，我以前帮过你，你忘了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给我赶快滚出山寨！如果还想要图纸的话，你一个人回来还是有可能的。这事就是没商量是吧？好，算你狠。要我吗？没问题，你把图纸给他，啊，我留下。这图纸真不在我妹妹这儿啊。哥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来人！立刻把他们给我押出山寨，如有反抗，杀无赦。你跟我玩这套？哎，走，我自己走，自己走。你跟哎，走。我能行吗？这哥，快点！快走，再也别回来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别拦着我！不拦你啊！我就这意思，我得骂骂。好好一个人说变就变，原先雷震中多好，跟个活菩萨一样，一翻脸瞅他那样，成了一个活眼子。少爷少爷，这女人心啊，海底针。哎，你得防着点少奶奶，万一哪天跟你翻脸，我们马爷哪儿都不知道。闭嘴，别说了，一会儿咱俩都得死这儿。怎么着？自己办砸了事儿。怪别人，还怪女人？怪女人算什么本事？你们家没女人吗？你娘不是女人吗？成事不足怪事有余，什么东西？行了，别抱了，走吧。妈惹着你什么了？妈，你有错吗？你娘不是女人。你要是男人，啥都不懂。
成事不足败事。坐。珍珠啊，听哥一句劝，咱不应该这么做，应该把图纸还给他们，毕竟人家帮过咱们，不能过河拆桥啊。哥，我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，你才是我们苗寨的寨主。叔叔不知道你是装傻，才暂时把苗寨交给我管理。现在我们为了小分队，已经和国民政府起了仇恨。这个仇恨不解，我们苗寨永无宁日。只有钢笔在我们手上，我们才有和国民政府谈判的资本。你说了这些我都懂，可是位置变了，人心就变了。我现在能理解叔叔作为债主的无奈了。可是你再想一想，我们苗人真的要为了自己而去伤害别人吗？糊涂！穆大哥，图纸还在苗寨呢，可是咱们这一走就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是啊，这该怎么办好？美色，败也美色呀！怎么讲？这事怨我子轩。要怨，就怨我长得怎么这么风流潇洒。要不是因为这事儿，雷珍珠也不可能扣着图纸不给咱。好，但是我觉得吧，咱们可以辩证着来看这个问题。我可以利用我的美色，再把图纸夺回。所以，别太着急啊！你这么能耐呢？没有。行了，像戴公子这种风流倜傥、英俊潇洒，那把图纸拿回来的任务，我就真的交给你了。但是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雷珍珠是个苗人，苗人性子都比较烈。他万一不跟我讲道理，给我玩一手霸王硬上弓，那我不就失身了吗？子轩，我跟你说，我可有贞节牌坊，我是你的人，那你不就受委屈了吗？那你不就吃亏吃大了吗？你不能把你自己的私有财产就这么就无私奉献了。戴向堂，你有完没完？有完。你还财产？你这不让我先渡我？哎，你这边我还有一个名叫杜十娘呢。你还财产，早就恨不得把你这财产扔湖里了。那人家杜十娘还留个猫眼，要不然我身子给你，我心给他。我揍你！不是，这不跟你商量吗？想整事儿，我觉得咱们真的不能就这么走了。要不然这样，你带着大部队假装走。我一个人溜过去，再去找一趟雷珍珠。不行，回头他一怒，他得把你给杀了。轩，等等等等，等等等等，大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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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个还给你。
事情吧，是这样的。哥，我明白了，我们苗寨一直能延续下来，就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做事准则和原则。我们不能唯利是图。你帮我把钢笔还给他们吧。还有，老大，珍珠让我跟你说声对不起。他说，得不到你的心，也不会强要你这个人的。人他不要了，啊？不是你那姐姐怎么出尔反尔？本来聊好了的，他不要心，他就要个人嘛？他妹妹。对，我太激动。行，那，你帮我转告你妹妹，人要不要，那挺好，我也不给了。大木，谢谢你啊，替我谢谢珍珠，谢谢他深明大义，也替我们小分队，谢谢苗寨所有的人。这一路上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好，那你们路上多保重，我就先回了。保重。你也多保重。保重。你也多保重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原先定好了要人，突然之间又反悔又不要了。惦记什么？快走吧！珍珠这人呢，出尔反尔啊！好了，抓住！好了，抓住！好了。抓住！你坐。好了，抓住。好了。哎，不是，李总，他们跑不了，我已经打探过了，确实有一条小路出寨子。你这个乌鸦！几个队伍？是。集合，走。荷花，你干嘛去啊？苗疆，戴向涛救过我的命，他现在有事，我不能不管他。这外面兵荒马乱的，怎么帮啊？那我也得去，他们在这人生地不熟的，我带着他们总能快些。你就熟了？你不也才刚嫁过来没几天？哎，行了行了。不用你管，你就是不想让我去。我不是不想让你去，是你去了没有用。这样吧，你实在放心不下，我送他们下山行不行？东西给我。你，我知道你重情重义，如果他们不安全离开的话，你肯定放心不下。那我总不能比我媳妇还差吧？我去。行啊，苗疆，不愧是我荷花看上的男人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就同生死。走，一起去。好。等等。以后想生几个孩子？啊？不想生啊？那我跟别人生了。不，想生，想三个。瞧你那点出息，生五个都不嫌多。行啊，那咱以后开养殖场，养孩子玩。哎，你小子骂谁呢你？派人现场。是。
等会儿。上了，荷花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山路太难走了，我过来给你们带带路，顺便送送你们。看看看看，荷花就是重情重义啊，仗义。苗疆，好福气啊！行了，不多说了，赶紧赶路吧，走。走走走。共匪来了，雷座，他们果然走小路了。交了几次手，他们这点伎俩瞒不过我的眼睛。让兄弟们准备战斗。是，准备战斗，准备战斗。
妇，对不起，看来只能下辈子再生孩子。我不愿意，我不要下辈子，我要这辈子。你给我起来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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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暂时追不上来了，沿着这条路，一直走，就能走出去，就安全了。谢谢他们。路上多保重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小王大哥，你快清理一下人数。荷花不见了，谁看见荷花了？荷花！哎，荷花！荷花！谁看见荷花了？哎，荷花肯定没事了。依我看，肯定是苗疆把荷花给带回去了，人家踏踏实实过日子。现在也是有家有口的，你就别动什么歪脑筋了。我没动歪脑筋，我就是操心他。他既然回去过日子就好了。少爷，没事，荷花。走吧，那我们抓紧时间，快走，别让他们追上了。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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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脸还挺硬啊，你这个贱货啊，陷害老子的时候，没想到有今天吧？我没有。对你，哎呀，还犯骚。看来你离开那个望月楼一直没解渴啊。喜欢男人啊？啊，我今天就成全你。来人，好好伺候这个女人。要是她不满意，我就毙了你们几个。是。素荣，好好享受啊。素荣，素荣，不要，素荣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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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素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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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苗家都是在的，小苗家都是在的，人啊。毒者在哪儿？在小分队手里还用你说啊？小苗知道毒者在谁手上？这回在苗寨还真有点收获。什么收获？他抓了个女的，万月楼的头牌是他以前的老相好，现在啊跟小分队的人混在一起了。色子头上一把刀，有的受的。要不咱趁这机会把邱祖荣给扳倒了。幼稚，国军内部这种事情比比皆是，
你就因为一个女人能把他扳倒了？如果那么纪律严明，共产党还能活到现在？愚拙高明。接茬聊吧，吐血在哪儿啊？苏若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是有苦衷的，在万月楼。你以为我跟他们一起害你？我是被他们胁迫的。他们手里有枪，我如果不听他们的，他们会要了我的命的。我表面上是在害你，其实我是在帮你。记得在我房间的时候，我给了你一支钢笔，那图纸就在钢笔里。钢笔？情书？什么？想想我荷花，也真是命苦。好不容易在万月楼里遇到了你，以为终于可以遇到了一生托付的男人，没想到又遇到这样的事情。他们走之后，我饱受凌辱，好不容易逃了出来，又被苗寨的人拐去了，这回又遇到了他们。还偏让我给他们带路。我给你一天的时间，想起图纸在谁手上。不然我就毙了你。